的你也来看鬼屋。你脏兮兮，脏兮兮才可以用这个啊。我老公嫌你脏兮兮。哦，那等我用完，洗完澡再给你看看。灰鸡呢？灰色的鸡。灰鸡耶。开箱啊，有啊，我在拍啊。昨天还没开箱就开今天的啊？昨天要开什么？开那个琉璃工坊啊。啊，你没有要来开啊？那你的东西呢？要有主角出现才能开啊。Radio Master。主笔。太可以了。真的努力做笔记，但是不就这样？在意的就在意。在意的就会努力。不会，他就自杀了。比如说，我没有觉得开心，有没有想哭？嗯。或者是。然后他们不是失落吗？没有觉得难过。哪一个被他按没哭的？